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张栋梁，好久不见，三年的长假之后我又回来啦。9月21号到25号中午12点为你首播 Melody FM 张栋梁我的青春年华特辑，晚上7点重播，他和大家分享属于他的青春主题曲 Melody FM， 新聆听新体会 FM 张栋梁我的青春年华特辑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栋梁，欢迎收听我的青春年华特辑。那这个特辑呢，每一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两首自己青春年代的主题曲。今天要跟大家推荐周华健这首歌，叫《其实不想走》，应该是我第一次就是在大舞台表演，算是流行歌吧。因为其实以前在学唱歌啊，比赛唱歌的时候，还是有经过一段就是比较唱民谣的歌，然后那时候觉得老师觉得唱流行曲是比较叛逆这样，但是自己就是比较叛逆的嘛，所以那时候就很喜欢滚石时期的那一整票的歌手。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台上唱着我自己挑选的流行曲，就是周华健这首《其实不想走》。爱不够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怎么会不懂我，怎么会不知道，女人的心是脆弱，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，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，其实不想好，其实我想留下来陪你，
我的青春年华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来自辛晓琪，这首歌叫《味道》。我记得当时是买卡带的巅峰期，然后那时候辛晓琪的《领悟》这首歌其实红到一个，就是每一天都跑去唱片行，然后都问老板说：“哎，这卡带有了吗？卡带有了吗？”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跑了好几个礼拜，因为那时候在古晋嘛，然后可能会没那么迅速，然后都一直没有。然后终于有一天，老板说：“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”可是呢，他说：“哎，有两张，哎，有领悟，然后同时也有味道。”然后就是这样，我就买了两张。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听了辛晓琪的《味道》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，无处可逃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，到一乡